穿过，然后好像是紫色的墙，哎，不要动 ，nice， 又是一个紫色墙，不要动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分享。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玩这个更新过后的洞洞墙啊，不知道这次会又会出来什么新的墙呢？这也是我们2020年新年第一次玩这个墙啊，来吧，这个紧张刺激的游戏又开始了，还是只有大概5-6位小伙伴，然后我们要躲开地图上这个移动的墙，四面而来的墙，它会从四个方向不同的速度，然后以及不同的形状这样冲过来，我们必须得躲开它。好的，目前为止非常的顺利啊，不知道到后面会遇到什么奇葩的墙呢？哎哎，这个完了，好，我的天，这是什么鬼？快抬，冲过来！哦，还有吗？新的墙在哪里？哇！这是什么印章啊，天哪，跳起来 ，nice， 哎，这个里不要动，哇、哦，一整个游戏我需要我们活1分30秒钟，这太难了吧，哎，在这里好像可以，哇，怎么感觉地图上瞬间只有我一个人了，新的墙在哪里，在我身后，我觉得这个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，好的，还有吗，还是在地图当中比较好，这样能看清四面的墙，哇，什么姜饼人，我的天，这么过来，好，哇塞，吓我一跳，哇，好刺激，这游戏，天，还1分多钟，能不能完成这个挑战呢？1分多钟啊，这个，喂，啊，我没看到，哦，这个墙来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来不及躲了，我们总共过了16堵墙。哇塞，还是可以的，16堵墙，他们有的人最高记录第二名只过了6堵墙，哇塞，倒计时15秒钟，这个太难了吧，他不给我反应空间，我们必须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，这个得找到，得在躲这个墙的同时躲在别的墙，因为其实一旦差一点你就完蛋了，像刚刚一样，哇，根本来不及躲。那么我们刚刚看到2堵特殊的墙，第一堵是这个印章刻章会把你敲下去，第二堵是那个感觉圣诞节过后更新了姜饼人是吧，来，这边的话应该问题不大，前2堵墙问题不大，只要移动的够快，好，2堵墙过去了，我们今天就来挑战一下自己的记录啊，第一次记录是16堵墙，那么这次的话，别卡住了，哇塞，哦，他，哎，哇塞，哎，完了，等，我的天，差那么一点点，哇塞，差一点点点，我们斜着跑，这个技术就是斜着跑，必须得斜，哦，蜜蜂墙，这么过来，好，哇，不要，他可能要死了，是的，他可能要死了，哇塞，我在找这个墙，你知道吗？新的墙不知道从哪边过来，我在找这个新的墙。好像又只有我一个人了，新的墙来了吗？我在这里，已经10堵墙了。那么下一堵墙在这里，来，这边好像也可以走。还有吗？这里也可以。哇，走起来。还有，在哪里？在啊啊！完了，开门！啊，第二个是这个像机器一样大门，差一点点，13堵墙。哇，这个运气太差了，他关上那一刻我们正好不在。 Oh my god, no, 不是吧，哎呀，我也太倒霉了，不行，我们今天一定要完成挑战，超过16堵墙。好，不多说，来看下一把游戏吧。这次2次特殊的墙，一个是蜜蜂墙，一个是这个像监狱的大门一样。来了，先试个金币，这是在一片森林里面啊，如果完成全部挑战的话，你就必须在这个里面活2分30秒钟，感觉是个不可能的任务。我的天，我没注意。好的，一面墙已经淘汰2个人了，瞬间只有3个人了。来，可以的。我看到这面墙在这里。来，喂，好险哦！哎，下一堵墙在这里，来了。Jump， 跳起来，下一堵墙。哦，好戏在当中啊，哦！我只要站在当中，这个游戏的宗旨就是要必须得不停移动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八方来，这什么东西啊？锤锤，别，
好的，越过了锤锤，哎，越过了红墙，后面还有什么紫墙是吧？来，叮叮叮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蓝色的，蓝色的，这边应该会有一个，我猜在这里。呜、哦，好的，十堵墙了，十堵墙了，这，呜、哦，又是一堵，很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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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周围的墙，绿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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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呜、哦，嘿，下，喂，蓝的，好，下一堵墙，这是什么？木头，木头，过去了，好的，哇塞，吓人，哎，来了，今天的这次运气好像，好像比较好 ，OK。穿过，然后好像是紫色的墙，哎，不要动 ，nice， 又是一堵紫色墙，不要动，好，在还是在这里，还是在这里，哎，连续三堵都是从这个方向过来的，我们的运气不错，是一个金币，顺便二十堵墙了，这是什么？喷射火焰，过了，不过不行了，不过他的时机的，这是什么？我的天！啊 ，no！ 哦，哎呀，碰到，差那么一点点。不过我们还是完成了挑战，一共22堵墙啊，小飞象完成了。而且这次碰到了三个特殊的墙，有木头，还有火焰，还有那个锤子墙。哇塞！不过刚刚那把运气已经很好了，能完成到20堵墙的，真的是非常难，真的是非常难。我之前挑战好像从来没有完成过25强，不过这个游戏，哎，优化的越来越好了，之前我还有点卡。好，下一次挑战，这是在一片荒芜的大地上，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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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蹦，哎，站在这里，刚刚有两次运气不错，这个墙都是从一个方向过来的，我基本不用怎么动，下一堵墙好像已经升起来了，喂喂喂，我没看那个方向，完了 ，OK， 差一点点。好，顺利的三堵墙。噔噔噔噔，跳起来 ，OK。这个其实不要看简单，还是有点难度的，还是很容易失误的。绿的过来，下一堵墙。哇塞哇塞，别，大哥，跳起来 ，OK， 哇。这个 Roblox 的新菜鸟要踩死我吗？他，天哪，吓人！好，躲在这里，看一下周围的墙。我，来不及了吗 ？OK， 十堵墙了。怎么又只有我一个人了？不是 ，No， 差一点点。哇，玩这游戏玩的我好紧张啊！这边看有个洞，对，穿过这一个洞，我操！噔。新的墙在那里？什么？幽灵墙？哎，过来！好，别，幽灵墙！我的天啊！哎，先拿过来，我直接跳过去。新的，在这里。哦，太难了。新的墙在哪里？喂！哦，还好离我远。站在地图的当中。哇塞，很悬啊，这游戏。跳过去，好的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电磁波！哇的天，电磁波都过来了，连续三堵墙，走，好，然后这边，金币吃一下，我们往那边，我感觉那个方向，我先找一下洞，洞在哪里？洞在哪里？完了，洞在这，吓我一跳。喂，这个完了 ，no， 哎，过来了，哇塞，我的天，这个我运气也太好了吧，哎，小黄人的小围过了，哇，赢了，木木通关了，完成了，活了两分半，我都没看时间，完了29堵墙，太强了吧，哇，好吧，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游戏就玩到这了，小飞扬第一次。玩这游戏第一次挑战成功哦，还是感谢你们的支持，如果你们喜欢小飞扬视频，不要忘了点关注，然后每天都来看，有什么想看的在视频下方留言，那么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